台吃饭的，伊家都无吃饭哦，咁要死。我们是现在不是在养生，他不要吃饭，不要吃白饭，不要吃菜。他说好、哦、吃白饭会火、哦、会拍安。他吃肉啊，啊吃蛋啊，这样子啊。我说刘先生，请来话个表现。这个不用猜。走了走了。